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喂，哇，哎呦哎呦，好热闹啊！您正在收看的呢是《绿箭快乐蓝天下》奇妙见面会。是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全国首档真人益智秀栏目。每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大牌明星来，所以今天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是为了来看他们的，请鼓掌。哇，哎呦，今天的粉丝也是全国各地来的，其实是为了一部剧啦。对，这部剧就是我们浙江卫视正在热播的，叫做《爱上赵美乐》。爱上扎美乐是浙江卫视投资拍摄的青春励志偶像剧，剧中三位主演王心凌、贺军翔、张伦硕今天也来到了奇妙见面会的现场，他们将接受主持人一次次的挑战。作为演员的他们必须要时刻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来进行一个鬼脸大比拼的游戏，考验他们控制情绪的能力。第一回合，严肃对抗张伦硕。好，准备了啊，三秒钟之内，如果你笑的话，那你就输了哦。三、二、一，哇，这么快就笑了？没事没事，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冷静一下。现在我们拿一分嘛，对，我们拿一分。第二回合，杨迪对抗王心凌，准备啊、哦！来，三、二、一，没有笑，心凌胜，呀，我输了！啊、天哪，你居然会输！来，三、二、一，哦，他这个表情很可爱，应该是最前面说过的吗？天哪，对，有点像章鱼，就是对我看到我都笑了，是学的章鱼对不对？吸盘腿。对了，所以这一轮是我们的嘉宾队获胜。好，现在一比一，一比一。第三回合，左岩对抗贺军翔，三。二一，不要乱来！发烧了，发烧了！天哪！小美你来了啊！想想一个绝的啊！准备，好来，三二一，麻烦起来看一眼好不好？完了完了完了，所以获胜的是我们的爱上张美乐。搞笑的表情做完后，别忘了我们的爱上张美乐也是部爱情剧哦。我们三位主演一定对爱情有着自己的见解，下面就让贺军翔和张伦硕与杨迪、严肃一起向王心凌发出爱的表白，看看他们有什么独特的方式向我们的女生示爱吧。来，你抽风啊！对王心凌，对王心凌，那个眼神。吃太饱啊！我在刚，我在王心凌的脸上看到了两个字：嫌弃。是的，没有。不过接下来我觉得哇，越来越厉害了。好，来，伦硕，交给你喽。好男人。绝不会向着轰动飘起荡在温柔里流浪，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来越慌，孤单的看不见幸福未来的方向。但是我觉得他的节目起伏太大了，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好男人对，你觉得是不是起伏太大了？被你一说完全破坏了。我爱你，我爱你。现在呢，三位男生都已经秀出他们的最佳的才艺了，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贺军翔了。美乐，你记得以烈说过的话吗？不管你发生什么事，韩以烈都会在身边守护着你。你越废，我越爱。
所以呢，今天我要证明我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守护你。开始喽。所以说，做几个伏地挺身给你看。哇，单手哇。每做一个都是对心灵爱的表现。天哪，今天我们的小美说要做50个，哇，没有了，她没说那么十个、啊、是一上来你看男人就为你大汗淋漓，对、哦、流汗又拖地又亲地板的，你说是很辛苦。面对小美这种非常特殊很 man 的这种表现方式，嗯，你有心动吗？要吸引女生的话，我觉得要有 man man 的感觉才有办法，对不对？就是有一点点好像有肩厚实的肩膀这样。哎、okay, 这里好像唯一没有肩膀就杨迪，我根本就是个溜肩，从这儿就滑走了，一靠就不丁会滑走，对吧？滑走。你看严肃会用什么方式呢？我知道你很喜欢有坚实臂膀的男生，嗯，我告诉你，我的臂膀也很坚实，我比那个叫贺军翔的还要强。真假的？还要强壮。所以伏地挺身预备。哦，哇，天哪，严肃你太狠了，很难耶这个。天哪，今天我们爱上扎美乐的三位主演将组成美乐队，对抗全能艺人包伟宁。包伟宁，著名歌手、音乐评论人，在台湾演艺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并跨界主持，成为全方位发展的综艺大哥。所以今天美乐队与伟宁队进行猜题比拼，胜队观众将获得由绿箭提供的5000元绿色亲近基金。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环节。第一环节共5道题，猜对一题得一分，到底是真是假，一起来猜猜看吧。好了，今天马上出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了。说到这个第一道题目呢，哎呀，它是跟这个舞蹈很有关系。鲍伟明老师，你看一开场这个舞蹈动作，咔咔咔，对，刚才下了个岔。可是我要说的是呢，看这个人会不会跳舞啊，其实是很难判断的。是，比如说你看我身材就很好，对吧？哎，一看就不会跳。可是我就完全不会跳舞。是。所以接下来就请各位来判断了。哎，所以也是人不可貌相了啊、哦。好，所以马上今天的第一题就是谁是真正的舞蹈高手？哇，左岩有哎，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学会跳舞的，左岩，好可爱啊，他们四个。你看，你看他们这个扭的动作，感觉每一个都是武功高手，而且都比较协调，很有韵律感。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会跳，对不对？对。什么叫做高手？就是跳舞非常厉害。好，谢谢，欢迎我们的 A B C D 四位武林高手，四位当中只有一位是真正的舞蹈高手。为什么嘉宾已经全部都目瞪口呆？因为很难猜啊，那这样子好了，好不好？我们让我们的 A B C D 四位哈，每人呢劈一个叉，因为呢，如果是舞蹈高手的话，他一定会做这个动作。好，那我们一位一位来好了，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看 A， 来舞蹈基本功劈叉动作，走你，走你，哇，这个可以，这么简单，没练过是没有办法的，好轻松啊。来，接下来第二位 B， 请 B。 哎呀，哦 B 应该不太可能，每个都可以啊。哇，太夸张了吧！天哪，我有点被震撼到。对啊，不可思议的感觉。劈下去，我这边桌子稍微有动一下。我们也弹了一下。你是被震撼到的，了解了解。好，接下来有请 C。C。男孩子应该更不太可能，因为筋骨没那么软。你看你看，刚刚你看，哎呦，这好像有点累。哎呀，看起来有点疼痛感。我也可以了，也可以。这个 C 啊，劈下去啊，我有感同身受的感觉，有没有疼痛感？有点撕裂伤的味道。哦，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D。D， 哎 ，D 比较含蓄一点哦。真的？直接来。来一次哦，一、二、三，哦，哎呀，轻松。哎，双手放掉。我今
对，一般来讲，像如果这个劈叉不是这么我们常讲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十年的功力，他手一定稍微撑一下。是是是。但是完全放掉，直接下去，对，像这辅助。通过这一轮四位劈叉的这个基本功底，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基本功很扎实。你们先来猜猜看，你觉得哪一位可能是舞蹈高手？我们觉得四号D 对吗？好，为什么选 D 呢？你觉得他是舞蹈高手？有没有原因？对，我觉得 D 刚才在劈腿的时候很轻松啊，他的那个样子就是比较像，对，很像专业，是很像吃饭一样。然后他在摆 pose 的时候，手都记得眼神 ，B 跟 C 都比较这样子，就是比较像科班的。我们的三百乐队呢，选择的是 D， 我们包伟明老师。我个人对 A 是挺有兴趣的想法的。哦，你有想法？因为 A，你看他的肌肉里面最结实，所以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地基型的舞蹈。什么叫地基型的舞蹈？就是他上面常常会站两个人到三个人以上。那你真的想多了。想多了，其实呢，大家从他们的造型上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这个造型啊，是《心灵》一首歌 MV 当中的一个造型，是叫做《心电心》。对，你猜，就是到今天哈，王心凌她还会跳那段，还记得吗？我猜她不记得了。对，接得好，记得我就接不下去。我真的不记得啊，不记得。真的吗？你好直接。我觉得她记得，还记得，还记得。展示给他们看一下，你记得。一点好不好？几个动作好不好？来，掌声欢迎王心凌。精彩！好，来，我们的 A B C D 四位哦，只有一位是真正的舞蹈高手，是通过这个心电心现场的现学现卖的舞蹈，我都已经会了，好好，你们要加油啊！对，来，是的，四位，预备备 ，Go！好 ，C 有望动作，你看他在看别人跳。对。好，其他三位好可爱哦，这是 A 跳的最流畅。是。哇，C你现在会翻身了，忘了。哎，你跳的太好了，谢谢。来，有请四位。好，对不对？好，通过刚才那一轮，估计各位要改答案了。包老师，我觉得你不要改。我不要改吗？对，你不要改。但是我觉得 A 跳得特好哎，对啊，但是有一点我也很怀疑，什么？真正的跳舞一个舞蹈家不应该会害羞的。哦，你怎么讲？谁在害羞？他前面跳，跳到后面，跳完之后，我想奇怪他为什么会害羞？窃笑，他演给你看的。因为他从小到大最喜欢的就是包伟明老师。哦，你在那点什么鸳鸯啊？没有，不是，他把他当作爸爸。对。好，别理他，不要这样啦！哎呀，好可爱哦！我还是选择了 B， B 还选择 B， 对我还是选择 B。那我们包伟明老师选择的是 B， 完了有可能被他搭对。好，来接下来我们看看刘扎美乐，扎美乐队啊。好，请给最后的答案。你信我哈？怎么会这么善良？哦，就刚出场的时候，他刚刚出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是里面最有韵律感。哦，他自己在跳的时候，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接下来就是揭晓的时刻，四位当中 A B C D 到底谁是真正的舞蹈高手呢？擦亮眼睛，三、二、一，请揭晓。
证明他是真的会跳的。我们在现场给大家表演一段，好不好？好，给我十秒钟，去换一个衣服。换衣服，当然当然，当然继续继续继续。震撼到大家了哈，不过接下来依然要震撼，包你们赢，好吧？所以包你们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过后，我们场上的比分是美乐队1-0，耶！恭喜恭喜！好，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题了。嗯，啊，说到这个第二题呢，啊，这个只有这个依依和左岩身上有了。哎，啊，什么奖？只有我们有，对，没有了。那大家找一下，其实就是这个腿，是吧？只有我们俩有腿，不是美腿啊，美女的腿啊。那说到这个美腿呢，很多人有很多种标准啊，有人说啊，她非常的白皙，啊，非常的纤细，对，都不是我们两个。有一个，哎，我还好了，白，对，但是就还好。但今天呢，我们讲这个美腿的定义啊，还跟平常不太一样，还要长，要长，要超过100公分，哇，也就是要有1米。对啊，业界的专业数据是要1米以上。所以接下来的这道题目呢，我们会出现4位长腿的美女，嗯，但是他们会在身高上我们有一点迷惑你们，是，所以要用你们自己的火眼金睛来判定了。所以这一题就是谁是长腿美女，谁的腿最长，谁是长腿美女，谁是长腿，谁的腿最长，个子都很高，在这4位当中只有1位他的腿长超过100公分。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逐一的让他们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认识一下。来，首先有请1号。大家好，大家好，我名字叫素颜，我现在职务是空乘。空乘，哦，是空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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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空姐个子一般都很好。好，第二位 B。大家好，我叫小文，我是一名婚纱礼服的形象设计师。啊，那好，下一位，来 C。大家好，我叫燕燕，我的职业是幼儿教师。好，欢迎下一位 C。大家好，我叫费庆文，我是一名专柜导购员。是，那这样子好了，好不好？我们让每一个人摆一个 pose， 因为他在摆 pose 会连带到全身嘛，对不对啊？你可以有一个更仔细的观察，而且有通过看手啦，因为手臂如果很长，腿就会很长。哦，对，手长脚长。对，请我们4位在摆 pose 的时候，尽量把你的手展示出来，好吗？好，我们1位1位来，好，先有请我们的 A 空姐 pose，yeah，手，你们可以摆类似这种 pose， 哈。对，好 ，OK， 接下来是我们的 B。有请，哦，这是我们的婚纱礼服设计师。接下来是我们的幼师 C。哎呦喂！接下来有请一块砖，专柜导购员。哦，哎呦，他的手很长哎，我觉得。哎呦，好，4位都已经展示完了，通过他们刚才简短的展示，给一个答案了。那我们就选 D。好，为什么 Y？刚才其实这两个男生一出来的时候就说不是 B 就是 D， 对，然后就在讲说因为这一段的关节长，哦，还是我想如果手过膝的女生应该不想来参加节目嘛。你讲这什么话，人家手过膝她多漂亮，哎，她走起来这样晃了多好看，而且她两只手甩甩甩她就会飞起来。来，我们的包老师，你来选。其实我真的也是以直觉啦，我也是会选择 D， 因为你仔细看哦，现在 D 的笑容哦，非常的不自在哦。哎，跟答案没关系，我只是说他哎，现在非常自然。其实 D 他反正从头到尾他最淡定哦，站得最淡定，因为其他的话他们稍微有一点在动的时候有一点征兆。就这道题而言，所以我要温馨提示，包你们赢嘛。就是2号
就是有可能是，我说有可能是哈，改不改你们自己看。刚说 有可能是二号，因为二号的天也不太看得出来。现在啊，因为他二号做了一个泡泡秀，并不是看得很出来。你们改不改？我们就是选二号。B 改了，对不对？哎，改了二号。哎，不是，我本来选 D 嘛。对啊，你是随便选。现在包大哥到底选几号？包大哥选四号。我选 D， 他要赖着你们。一人一题嘛，选二号 B。好，为什么说原因？就因为我一句话。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讨论，我就说，其实我觉得 B 跟 D 的可能性很大。但我觉得其实我们是选腿长嘛，对对，并不是在看外貌，所以我觉得 B 的腿长的机会应该也蛮大的。有鉴定，小美有鉴定。接下来呢，就是揭晓的时刻了。A、B、C、D 四位，到底哪一位他的腿长超过100公分呢？三。请揭晓。恭喜伟明队，答案就是我们的 D。 有请。哦，蛮搭的哦，帅哥美女。哦，帅帅帅。来看一下，看一下，好，画在哪？在这里，对不对？这里，哇哇哇哇，都110了，对吧？110，啊，腿好长哦。对对对，所以这一位，我们的第一才是真正的我们的长腿美女，没错。好，所以恭喜我们的包伟明老师，得一分，也谢谢费庆文，谢谢。两道题目过后，现在我们的美乐队和伟明队的比分是1:1。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下一道题目哈。哦，这道题目呢，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啊，经常看电视剧的朋友应该是有太多的关系。其实小朋友们会更喜欢啦，对，它里面有很多那个动画片。是因为动画片啊，一些影视剧啊，最重要的是什么？配音。哎，配音会让这个角色锦上添花，有没有？所以接下来这道题目就是，谁是真正的配音演员？这样子啊，我们四位当中有一位是真正给他举的这个画面具的这个角色配音的，好，哦，那我们接下来让四位一位一位用自己配音的那个声音跟大家来打招呼，好不好？好，首先小夫，是，就是机器猫里面的小夫。大雄，你把哆啦 A 梦藏到哪里去了？很高兴来到浙江卫视快乐蓝天下奇妙见面会和大家见面。你有，欢迎小夫，好像回到了童年的那个记忆耶。是是是，好，那接下来白素贞，哦，新白娘子传奇，那只有一个版本，对，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好，我是白素贞，我在雷峰塔里关了20年，我已经有20年没有见到我的官人了。快乐蓝天下奇妙见面会的朋友，你们有没有见到我的官人？官人，我在这里。其实是啊，我觉得那个后面那个哭腔特别像官员，官员。哎哎，不要看我，哎，打住。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喜羊羊。喜羊羊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你们没看过，是内地。熟。真的。认识吗？认识吗？还是都看过，都看过。我是喜羊羊。你们好吗？今天特别高兴能来到这里和你们见面，也非常感谢奇妙见面会的编导创造了这个机会。在这里我也邀请大家有机会到青青草原来做客，我喜羊羊等着你们哟，再见。全场鼓掌了，大家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全都鼓掌了。好，接下来工藤新一。大家好，我是高中生侦探工藤新一。哇，起来阿里佛系做着我的样，大家都起来了，终于完全长大了，我再也不用看毛利小五郎那个颜色了，可以跟我的小兰永远的在一起了。你们不要不信我，在奇妙见面会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我都快哭了，我真的哇，这个感觉就是在看动画片啊！这个好难哦，我觉得。他想讲出来都好有画面哦。对啊，怎么那么厉害啊？天哪！当然，接下来更加直观一点，好不好？我们呢会放《扎美乐》里面的一段画面，让我们呢现场来配音，好不好？因为如果是专业配音演员的话，他会把那种神情神态还有那种画面感完全传递出来。对，这是绝对现场的，给大家听到，好不好？是，好。在你的世界里。我真的很没用，知道，就像局外人一样。谁说的？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你才是最重要的。那是因为你现在喜欢我，你才这么说。可是我在你身边一点用处都没有。如果哪一天你不喜欢我了，我还有什么理由留在你身边？因为我说了那么多，你到底听懂了没有？我懂，可是我不懂。不是，我的意思是，不要哭了吗？哎呦，我不是故意要羞辱你的，别哭了吗？好，这一段精不精彩？尤其在爆了那一刻，因为你看男女主角就坐在这里啊。对。哎，我在想哦，你看看电视不过瘾啊，男女主角在，万一他们愿意在现场重演一段的话。是万一呢？这是一万个要在现场重演一段的呀！好，来，准备 ，Action！ 扎美乐，我说了那么多，你到底听懂了没有啊？我懂，我不懂，什么懂不懂啊？是不是应该要抱我？好，这么快就不要哭了，别哭，别哭。就完了，完了啊！非常好，非常谢谢。更多的剧情啊，我们还是要在，还是要在浙江卫视的《爱上扎美乐》的剧集当中给大家看了。是是是，反正现场爆我们也看到了，是吧？这个是重点啊，你说不说台词没重要，刚才你懂的啊。对，你上来，哎呀，赶快说来台词爆一下。是是，那个画面大家有记录吗？有啊，赚了，谢谢二位，谢谢，非常精彩的演出，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白素贞和我们的工藤新一一组，好，剩下的两位，我们的喜羊羊和我们的小夫一组，好不好？来扮演我们刚才那个重现扎美乐剧情。首先有请我们的白素贞和我们的工藤新一组，来，有请二位，有请。好，你看，我在你的世界里真的很没用，就像局外人一样。谁说的？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你才是最重要的。那是因为你喜欢我，才说我是神仙。万一有一天你不喜欢我了，就说我是妖怪。你干嘛自己改词啊？我说那么多，你到底听懂了没啊？我懂，可是我不懂。不是，白素贞啊，我的意思是。好，不要哭了嘛，你比小兰好多了，不要哭了，你比小兰好多了。好，谢谢，谢谢。天哪，这个只有在我们的这个快乐蓝天下奇妙见面会才看得到。怎么会是我的幽默？哎呀，这个白素贞最后跟工藤新一走在了一起。不过我觉得接下来白素贞好有趣。对啊，接下来也很穿越了。准备，开始。在你的世界里，我真的很没用，就像局外人一样。谁说的？在哆啦 A 梦的世界里，只有你才是最重要的。哎呀，那是因为你现在喜欢我，你才那么说。可是我在你的身边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吗？如果哪一天你不喜欢我了，我还有什么理由留在你身边呢？喂，我说了那么多，你到底听懂了没啊？哇，配得好好，刚才嘴型。我懂。可是我不懂。不是，我的意思是，好，不要哭了嘛。哎呀，哆啦 A 梦马上就要来了，不要哭了嘛。好，谢谢。好可爱。各位，根据你的评判，四位当中谁是真正的配音演员？
首先我们有请我们的包伟明老师。其实刚才听到四位哦，本来一开始就认为是 C 或者 D， 但刚才在配对在对讲这个台词的时候，其实每一位都发挥他的特长，很难取决。但是呢，真的最有亮点的声音还是我喜欢的那个卡通影片，叫喜羊羊。喜羊羊 C。好，最后的答案是 C， 太有亮点了，太出彩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扎美乐啦，我们的心灵。我们选 C。哦，你们也选 C。所以就是对的话全对，错的话全错了。没错。是。所以接下来 A B C D 四位当中，谁是真正的配音演员呢？学习有了优学派，孩子成绩提高快。欢迎所有的朋友参与到诺亚周优学派平板学习电脑的短信互动中来，编辑 T 加您所支持的队伍发送到10669588298，就有机会获得由诺亚周优学派提供的平板学习电脑一台，赶快来参加吧！擦亮眼睛，三、二、一，请揭晓。真正的配音演员就是我们的喜羊羊，喜羊羊，喜羊羊。哎呀，天哪！来来来，有请有请，我们的喜羊羊就是我们浙江卫视中国蓝热播的《喜羊羊与灰太狼》，我们喜羊羊的真声欢迎。喜羊羊的配音，我叫祖丽琴，大家好。很棒，我们终于见到本尊了，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了。真的，每天听你的声音，我才有办法入睡。真的是奇妙见面会，要不要帮你录一段彩铃？这样见面，一直捂着，终于见面了。哎呦，是相见才是亲嘛。哎，我们用喜羊羊的方式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欢迎大家好，我是喜羊羊。喜羊羊的方式送一些祝福给奇妙见面会，好不好？奇妙见面会可真是奇妙，今天特别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大家好，真的很棒，因为他的声音啊，声线很特殊，而且让人家有一种喜悦的感觉，知道他不管碰到任何的困难，他都有办法解决，哎，这挺厉害的。而且他开朗的孩子，我们让我们的喜羊羊说一句什么？因为我们就祝愿我们的爱上扎美乐在我们浙江卫视收视长虹，好不好？爱上扎美乐和喜羊羊一起收视长虹，耶、yeah! ！谢谢谢谢，再谢谢我们喜羊羊，也谢谢四位了，谢谢四位，谢谢你们，非常棒，谢谢大家。玩具星和绿豆沙的第二季要欢乐开播了，在这一季当中不仅加入了一些国学的元素，还有一位全新的伙伴要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所以8月15号起锁定玩具星和绿豆沙，同心飞扬，快乐一下，不要错过哦。所以现在场上的比分是2-2。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下一题了哈。这个下一题呢是关乎于这个一个人的柔韧性。对对对，说到柔韧性，我们五个主持人当中柔韧性最好的应该就是我们的依依和严肃了。是，能展现一下你的柔韧性的就是极限吗？各位看好，严肃，柔韧性的极限在于哪里？哇！是的，刚才严肃那个动作正是。你能不能再撑一会儿，等我说完，要不然我会显得很丢脸。好，严肃，淡定哦。刚才严肃做的那个搬腿的动作，就是我们今天的第四题。嗯呢，就是谁正在搬腿？玩得太凶了吧，只有一位，确定有人搬腿吗？只有一位在搬腿哦。3-2-1，有点站不住了，大家一定要挺住，挺住啊！我们说3-2-1就放下去，3-2-1搬下去，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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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大爷放下了啊，放下了，好 OK。 我想说那个大爷他身子都不晃，对，大爷刚才放腿的时候，他的腿都直接是。我觉得有一组嘉宾太扯了，看不出吗？太强了。你是想说 B 对不对？对呀、啊。B 的腿从他的背部直接到了这儿，他是这样过来的，知道吗？好，不管怎么样，反正第一轮开来了，大家先来猜。
好，好吧。这一轮如果猜错的话，那真的是太牛了。来，我们先抽包伟平老师。包老师，A， 因为我们这位大哥，好不好？您真的是老当益壮，太厉害。而且刚才还在搬腿的时候，我告诉你，面不改色。是，我可以看到出他非常的淡定，仿佛不是他自己的腿一样。就有可能真的不是他，不是真的。我的意思说，太淡定了，太像了，太真了。他可以从那讲。只要你说一二三放下，他腿还搬着，你看后面还听不到指令。这样子好了，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演示一下假搬，假搬，假搬、啊，对，假就假搬。我们演示一个假搬，在对照那边，那就一目了然了。我觉得这样搬摇你好不好？假搬的话要进去才能演示出假搬。不，我们就想就现场现场看。但是他们看好不好？来，杨迪，杨迪 ，OK， 来一倍搬，一二三，哈。我就说下面要挡着嘛，不然这样太明显，你笨呐、啊！不可以提一点小小的问题？好，你讲。好，我想请教四位，你们这个搬腿搬多久了？哦，就是练多久了？因为这个需要练啊，拉筋嘛，我们这个问题逐一的回答一下，好了，对对，好不好？来，搬腿搬多久了？练了几年？练几年了？练了几年了？练了二十年。二十年。好，来下一位 B， 下一位，好。是从小学舞蹈的哦，所以他可以从后面搬上来，对，他柔韧性特别的好。你搬多久了？我从小学跳舞的。你是你不会说的，想一下的，对不对？你想个有创意的吧？你稍微想一下。接下来你说你练武术的吗？你就说我练武术的，来重新说。一来颠覆一下，没没没，很好。我从小练武术的。是我给三号说的，你们一个人借一个答案就对了，好，行、啊，反正他们也是乱讲的，对，也听不出来，有听没有懂啊？所以方老师你选择的是 A 啊，其实我选择是 A。好，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王心凌这边，你们来猜一下，我们刚才也说 A， 好，为什么呢？对不对 ？A 啊，但是我觉得 A 不太像，因为他搬上去整个人身子都不晃，对，完全纹丝不动。因为我觉得就是北北看起来就真的有练过，他非常的气定神闲的感觉。嗯、你小看我们节目咯，我们经常故意这样、找来这样的人，是这样吗？掰着别人的腿啊，所以他气定神闲。哎，小美，小美，等一下，你看这北北像脸色有点红了，有点红了呗。对，因为你讲他说气定神闲，他马上砰就涨红，就是当场演，有点害羞，他有点害羞。我讲真的，我一开始乍看对不对？我觉得北北是假的，我觉得他哪有假腿。然后其他人在那边晃来晃去，好像很吃力。但是我后来看他腿放下来的时候，他的腿是有弯下来，我看他膝盖弯下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A。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再给大家送点福利，我们让 A、B、C、D 每一位逐一再搬一次，还要逐一再搬一次吗？再搬一次，好不好？再看最后一次啊，给最后的答案，好吗？仔细看啊，来，首先有请大家都非常笃定的 A， 好爷爷，三二一，走你。好，可以，好，放下，放下，谢谢。接下来我们的说他是学跳舞的 ，B， 三二一，走你。好，哎，呦呦，哎，我觉得这个是哎，因为芭蕾的放下，放下。好，接下来 C， 来，三二一，走。我想说那个 C 啊。你真的是服了，我真的服气了。好，可以放下，放下。真的，我们有姐弟。而且他一直往下看。你肩膀凹出来了。麻烦敬业一点，好吧？来，弟，蝙蝠侠。四号，来，三二一，走。哎，这个，这个。有呛哦，有呛哦。再搬起来一点。好。好，谢谢，放下。放下，大家都冷静一点。这题送分题还满意的啊。对，揭晓答案的时刻，等一下，让他们都先搬起来，先搬起来。好，站好了，我们先搬起来。数一二三，一起搬起来。三二一，起。擦亮眼睛，各位，接下来就揭晓的时刻。三二一，请揭晓。低都没有裤子的，哎，你们看他俩，手在怎么回事啊？那手你们在干嘛？你们的手怎么？那个低不要坐在别人身上好不好？
人家帮你搬腿，你还坐别人身上。好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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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各位，谢谢谢谢。那答案一目了然了，就是 A。我们也谢谢另外三组嘉宾，谢谢谢谢。妮妮好，妮妮这个多大年纪啦？七十哦，因为我能先劈个叉，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柔韧度，好不好？咱先劈个叉，可以吗？来来，老爷来了啊！一字马，轻松，轻松，老爷七十多了，我很羡慕，轻松，真的我。方老师，这个太厉害，这个可不可以？我们都是半打，哦，半劈叉，我们也看看。没关系，没关系。你看老爷爷，你看，哇，老爷爷知道你要下来，更加加深难度，高峰都给你了，对吧？大家掌声欢迎。我们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OK，OK，OK。1, 2, 1, 2, 3, 4，跑跑跑，向前跑，经过小桥和大道，跑跑跑不向前跑，目标就在不远了。哇！救命啊，老师还是那么帅，哦，赶紧回去看，又拉伤了，对吧？好，谢谢王老师，谢谢，也谢谢我们的老爷爷，谢谢您，谢谢，谢谢，很棒，谢谢，很棒，祝您身体健康啊，拜拜，谢谢，健康长寿。所以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场上比分是3-3，哎，厉害，到目前为止还是打平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第一环节的最后一道题目了。所以接下来真的要好好的为难一下你们喽。这道题目出题人哇太狠了，嗯，是太具有迷惑性，对，好吧，是谁？就是我们全场最具有表演能力的一群人。好，我们先不揭晓，好不好？好，待会儿呢，各位看到你就知道这道题很难，也是关键性的一题。所以马上进入我们的接下来的下一题是谁正在被揭晓？是谁呢？还有陈欢、杨迪、严肃啊啊！轻点，轻点。杨迪，你是在被油默默扎针吗？我肾不好，他好浮夸的表演。稍微轻点，心灵，稍微轻一点，心灵。好，哎，你不要乱取名字，陈欢。你跟谁说话？我跟心灵啊，在帮我捏脚。哦，心灵明明在下面坐着，好不好？先停一下吧，停一下，停一下。3、2、1，停。心灵，可以了啊。就目前来讲，你看看他们三个浮夸的表演，你觉得谁正在被捏脚？杨迪。为什么呢？我汗都快下来了，对不对？我跟你讲，心灵一定是我，一定是我，因为刚才哇，你是骗子，我不是。没有没有，心灵刚才，心灵你自己说，心灵对不对？他给我捏脚的时候，哇，刚才按到我那个穴位，真的，我很想就去 WC， 你知道吗？哎，方老师，对，其实我也觉得杨迪还蛮投入的，为什么呢？在被捏脚的过程当中，我是一个演员，我还是个评委嘞，我觉得。杨迪的可能性，但是你要想谁想不大不大，听人家说完了。方老师，我们欢哥，哎，我告诉你，不像。哦，我个人觉得严肃还真的还蛮有他的份儿的，从头到尾最淡定就是你。对，选 A 啦，对不对？对，这样好了。好，两组嘉宾有什么问题吗？可以问他们三个。好。我想了解一下，刚才有没有压到肾的那个穴？啊，一直按我的肾啊。哦，是吗？对啊，陈欢是有按到肾的穴。有。Okay, 能不能再按一次？麻烦一下。好。等一下，对不起，那音乐先停一下。刚才按到，感觉有点便秘的感觉，脚底板有充血的感觉。想看一下杨迪，也是一样按肾。按肾啊！妈呀，我这个肾，好亏、啊。太不好了。哎呀呀！你是在被人抽鞭子吧？你敢不敢把你发出的声音从麦克风送出去？我没办法，我就是不由自主的叫。OK， 好，行，严肃，接下来，严肃，也是一样，七尺男肾的位置，肾都，来按，啊，好，这样好了，我们来问一下包老师，
不是，基本上这个三个年轻人的肾怎么那么差呢？都不好是吧？所以 Hello 队严肃，选严肃 A， 对，改了，对，选 A。好，方老师，我选择贺军翔。不是，我跟你说，我选择贺军翔，他看准的那一位。哦，谁啊？其实一开始他对陈欢特别有注意。哎，没错。你看他在演哦，他演的当中是很真实的演哦，他不是假装的哦。我的三位搭档当中，到底谁正在被捏脚呢？三、二、一，请揭晓。哦，哇！其温泉鱼的这个按摩下，因为这个鱼呢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这个去角质啊，然后美容啊，是调理身体啊，对健康非常非常的有好处。而且我还要说，在我进去的时候，刚才试验的时候还好，杨迪的脚一进来死了一大半。因为我这个人，因为我人没去过香港，脚先去了。哎，好，所以这一轮谁正在被捏脚呢？就是陈欢了。那我们要恭喜我们的包伟明老师这一对，恭喜！哇，谢谢。所以呢，第一环节结束，到目前为止，我们场上比分是我们的伟明队4-3领先。是，恭喜包老师啊！当然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加美乐队啊，后面还有扳盘的机会啦，所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绿界快乐蓝天下奇妙见面会的第二环节。第二环节规则，本环节将有三位美女陆续登场，她们声称自己拥有着不可思议的经历，其中有真有假。本轮每题两分，两队可在必要的时候使用王牌，答对者可使对方分数清零。到底是真是假？一起来猜猜看吧。所以接下来呢，马上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了哈。我的天哪，我觉得我做这个节目时间也不算短了哈，是是是，但是我听到他的经历，我当时吓了一跳。他说他在上学期间自己就挣钱买了价值千万的豪车，听清楚，是价值千万的豪车，不可能，而且只是在上学期间。上天哪！所以我们有请这一位王子飞，有请。身高175公分，55公斤，星座天蝎座。哎呦！欢迎欢迎子飞，欢迎子飞，欢迎！哎呀，大学期间就赚千万，买千万豪车，长什么样呢？三二一。学习有了优学派，孩子成绩提高快。欢迎所有的朋友参与到诺亚周优学派平板学习电脑的短信互动中来，编辑 T 加您所支持的队伍发送到10669588298，就有机会获得由诺亚周优学派提供的平板学习电脑一台，赶快来参加吧。三二一。哇，漂亮。对，就是刚才很多人质疑说，哎，你大学期间就买了千万豪车，这个事情跟我们来先说一下好不好？到底是什么情况？其实并不是千万了，是800万的裸车的费用啊。你觉得很少吗？1500万的话是它整个下来包括一些附件什么的。哦，所以你这辆车全部配其实花了1500万，将近。哦，那请问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我本科是学经济和金融，然后就会做很多的投资，会跟朋友跑很多的项目。你本科是哪个学校的？我在人大。人大学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听说他大学期间呢，因为有实习的机会嘛，他曾经跟过一位香港富豪实习过，对不对？是谁呀？李明志。香港十大富豪之一李明志。当时跟他学到了些什么？其实当时最重要的是，因为我是另一个集团的一个代表，然后进驻到他们公司里面，只是对多一个学习的机会嘛。但最厉害的是什么？他在实习的期间呢，听说拉来一笔非常巨大的一个业务，对吗？哎，曾经拉过一笔存款，然后也是通过朋友介绍朋友，这样他们需要存款，然后我这边正好有一些投资人之类的。多少钱？存款其实没多少，就一个亿吧。来人啊，把他弄出去。
他除了做经济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赚到很多钱之外呢，其实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也有参加这个选美的比赛啊，然后获得很好的成绩。其实是随便去玩了，就是参加亚洲小姐比赛，然后你又随便去玩。我真的要讲两句话，我从头到尾都一直在仔细听他在讲话，他的眉宇之间非常的淡定，而且你知道他讲的话是不打草稿的。那我们要听听那个随便一参加的比赛是什么比赛？随便随便参加个比赛是什么比赛？是亚洲电视主办的亚洲小姐竞选。哦，你取得的名次是？名次是是京津赛区的冠军，还有华北赛区的冠军，然后还有。好随便啊！随便啊！随便就是拿了个存款一个亿。就一个亿，我就是那精英赛的冠军，我就那个随便什么都冠军，他就这样讲的这么简单呢？那个车也不是很贵啊，他讲的很轻松，我听得很激动，存下了1500万，我怎么会那么激动啊？哦，这样子好了，因为这个大家离得比较远，可能有些真诚度啊不能够感受到。是，刚才有说到他有参加这个选美的经历嘛？哦，我们让我们的嘉宾可以跟他有一个互动，好不好？我们派两位好了，我觉得那个贺军翔和伦硕一起好了。来，有请好吧，两位男生一起来，因为两位之前都做过 model 嘛，来。有请三位 ，show time。互动啊，要有互动哦。哇，真的是标准 model， 你看，哎呀，男的帅，女的美。哦，帅。哇。赏心悦目。贺军翔，你脸好尴尬哦。真的，你有尴尬吗？有。小美，什么情况？他尴尬了，很久没有这样走秀了，你知道吗？太尴尬。小美，你回来，回去。我觉得他们两个就很配。因为美乐在下面坐着，他不敢呢。从刚才的这个走秀当中，大家也看出来，他因为获得了这个选美比赛的冠军，然后之后呢，有从事一些关于这个模特啊、拍一些平面啊、广告这样的工作，也赚了不少钱。那你现在是还在上学，还已经上班了？我现在还在英国读书。在哪里？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哦，圣安德鲁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威廉王子读书的威廉王子读书的那个学校，圣安德鲁斯就是个好学校，就对，出很多名人了。当然各位，所有的这一切可能会建立在他是真的基础上，是，但他到底是真的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所以接下来两边要开始抢答了。好，各位请听好，三、二、一，开始。耶！美乐队抢到。这很难的，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对啊，也许真，也许假。就不是，可是千万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就其他可能。三秒钟之后，给我最后一个确定的答案，准备好，三、二、一。嗯。是什么？你认为他是真的吗？是真的。是真的，各位听好了，你是真的吗？三、二、一，是真的。哇！所以恭喜美乐队加两分，是真的也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所以其实我们要在他身上学到什么？不是羡慕，而是学他这种经历。谢谢你，谢谢准备，谢谢。现在场上的比分有所变化了，是，我来看一下，伟明队对我们的美乐队现在是4-5，反超了，恭喜！一号美女王子飞现就读于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在上学期间涉足各种金融领域，善于投资理财的她赚钱购买千万豪车，还获得选美比赛冠军，所以她的经历是真的，你猜对了吗？好，接下来马上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二题。好，第二道题目是，他说他是中国最美的黑八皇后。大家知道黑八的这个定义吗？黑八不知道啊，各位把目光聚焦到那张台球桌。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奇怪，摆一个台球桌在这里。这个是美式台球，打进最后那个黑色的八号球就算赢。哦，所以他是台球皇后。来，掌声有请我们的高磊。高磊身高173公分，体重53公斤，星座摩羯座。哇哦，有请。哇哦，
欢迎高磊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你好，你好。看一下高磊的庐山真面目，来，三、二、一。哇哇！欢迎欢迎，很浅浅的笑哦。现在也在做这个教练，对不对？对对对。哎，如果他是真的，现场教学一看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好不好？是。好，谁愿意来被我们的专业教练来？我觉得女孩子就心灵了，试试看。好，来，我们简单学习一下啊。来来来，有请心灵。就很方便，我教你怎么打，他会一下子进三颗球。哦，一下子就进三个？天哪，真的假的？先问一下心灵。你有打台球的这个经历吗？我有打过直的，就人家给你摆好的那种。对对对，直的有进过。哦，所以这个摆球很重要。对对对，嗯，你看他摆球的时候拿一个母球去敲其他的球，要定点。对对，定在那边。哦，这个不容易、哦。太厉害了。好，心灵，我们来啊，心灵来打两号，蓝色的，蓝色的，颜色很色啊，是红点，红颜色那个点。加油哦！好，你不要小瞧他。来，心灵加油！三二一，走！没事，他自己来，不要干握稳哦。可以，可以，好，可以哦。左手再往前一点点，后面不要有人，对对对，小心打到肚子吐了。进刚才我就觉得应该不可能，就太扯了，这样。对 ，I can't believe。没有，是觉得他很厉害啦，他真的很厉害。对，当然，我觉得刚才那精彩的一瞬间，主要归功于我们的教练，对不对？是，摆球摆得太精准了，掌声送给我们的教练。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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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当然，这一切到底是真是假，你们自己来判断。而且他刚才教我，就是打一次进三颗，实在。太震撼了，让我太开心了。那这样子，把手放到抢答器上，我们准备开始抢答了啊！好，准备哦，三、二、一，开始！哇，包明老师，包老师看着得意的样子，抢到机会了。我要精辟的点评一下，好，来，我们看到高磊这位选手，平常讲是很厉害。怎么讲？真正的比赛选手，他的力道是适当的，他不会用冲的。除非是打花式，那表演的他才会用冲球，因为他不是表演花式的人，他是真正的比赛选手。那你要用王牌吗？用王牌？你用王牌吗？我告诉我，如果再不用王牌，我就没机会用王牌，因为现在我已经保证抢不抢得到。决定用王牌。哇，好要的。OK， 没问题。我们鲍玉老师用了王牌，如果这一轮鲍玉老师他赢的话，对方我们的扎美乐队全部清零，而且要给鲍玉老师加上两分。这个结果。会不会出现呢？三、二、一，是的，恭喜鲍明老师！恭喜，所以我们鲍明老师这边再加上2分，而我们美乐这边清零，场上比分6-0。哇，大翻盘呐、啊，真的是。二号美女高磊现在一家台球俱乐部担任副总，一星、两星、三星。哦，哇，进了，全部都进了。曾获得全国九球宝贝亚军，好样的，全国黑八大奖赛冠军。来了来了来了，力量够不够？所以他的经历是真的，你猜对了吗？哇，成功！马上进入下一题。下一题，这个女生我觉得她工作非常的帅气啊，她说她曾经做过2年的运钞员。哇，跟钱有关，但是这个运钞员可以想象，做运钞员她要有强迫的一个身体，没错，要有很健硕的身体，敏锐的观察力，对呀、啊、好，所以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梦姿，有请，有请。高梦姿，身高165公分，体重43公斤，星座双鱼座。欢迎梦姿，来有请。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梦姿。嗯，好甜。来见见庐山真面目，三二一。哇，梦姿，怎么看都不像运钞员、啊。哎呦，刚才其实我们有说运钞员在我们印象当中应该是大块头，像全副武装的都是那种、哎，这看上去很柔弱啊。那这样子，我问问他的专业好了，毕业于哪里？我是山东省济南市体育学校，然后呢，专业呢是体育教育。
体育老师。那为什么会去做那个运超员呢？保安那个公司招聘，然后我呢就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一行嘛，我就很喜欢体育，所以呢我就阴错阳差的进入了那个保安公司，然后就把我这样分配到了运超员这个行业。那怎么会看上你的呢？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有体能素质训练，然后只要是你能合格，像我们的职业素质呀、职业道德这样子，对，是这样子的。问一下心灵了，你觉得他是真的吗？通过他刚刚的这讲述，我觉得他像教软骨功的老师。软骨功、瑜伽之类的吗？你想说是？因为他就是也很娇小。我觉得是这样的，做这个运超员啊，身手要好，光说不练假把式。是，因为万一遇到危险的话，他要自我保护意识，也要保护人民财产，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让我们这位美女现场来秀一段武功，赤脚的哦。咦呀，哇，手劈啊！哇！帅！女中豪杰，厉害！你也太深了吧！哇哦！哦，帅！帅帅帅！谢谢谢谢我们四位帅哥，谢谢。所以好，这是本场的最后一道题目了，是至关重要。可以说谁抢到了，基本上如果你答得对的话，谁就是本场的获胜队伍。谁抢到就有决定权。对，各位准备。是，各位听好，三二一，开始。三二一，开始。恭喜我们的王心凌队，好不好？用王牌，王牌老师不好意思哦，直接丢过来了。好，王心凌队使用了王牌，所以如果这道题你答对的话，你们就赢了，对，好吧？他们就清零喽。他身手虽然真的就是不错，很好，很好，但是我不相信是运超员，对，很有可能只是练过跆拳道之类的，这种对不对？对，或者 是跆拳道老师，所以应该是假的，我不相信你。不是运超员，但应该有练过啊，但。答案是假的啊，假的。听好，各位，三二一之后告诉大家你是还是不是。三二一，其实我想说你们猜对了。恭喜恭喜美乐队，记两分。哎，王平老师零分。哎，那我刚才的分数呢？没了，清零。怎么讲？人家辛苦经营那么久，你最起码留个一分给我嘛。但是没关系，鲍明老师，你看大家远道而来，又是跟我们这么多朋友，相见才是亲嘛，对不对？是是是，所以要谢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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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顺利啊。而且我觉得今天贺军翔、王心凌和张伦说他们三个人答题的时候都好默契哦，帮助你们身后的观众赢得了每人100元的绿色清净基金。是的，恭喜恭喜。接下来美乐队将从身后的观众中抽取一位，获得由绿箭提供的5000元绿色清净基金，而包伟明则抽取一位观众，获得由金立提供的 Elite 系列手机一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登录剑八 .cn， 邀请你的朋友一起关注绿箭快乐蓝天下奇妙见面会。那么如果你们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呢，北京地区的选手和嘉宾可以到国瑞购物中心报名，同时我们还要感谢触动传媒以及搜狐网和腾讯微博，谢谢。是的，再次谢谢我鲍明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张美乐，我们的全体的主创人员，预祝我们的爱上张美乐在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收视长虹。谢谢君翔，绿箭快乐蓝天下，奇妙见面会，下周再见了，拜拜。本期奇妙见面会，公主驾到剧组5位主创人员旋风来袭，关菊英、佘诗曼、陈豪、黄浩然、陈法拉与主持群嗨翻全场。谁是国际巨星替身？谁是如假包换的52岁超级辣妈？谁是真正的恐怖屋女演员？真真假假，等你来猜。下周四晚奇妙见面会，与您不见不散。